间，成为珠宝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位于瑞丽市的南都河淘宝湖，因其富含红蓝宝石，已被开发为全国唯一向游客开放淘宝的旅游项目。昔日美国西部淘金，不如今日瑞丽淘宝。其集娱乐性、趣味性、参与性、幸运性于一身的淘宝旅游，已为越来越多的游客所爱。走进德宏，如走进梦幻世界的寻宝殿堂。在这里，你既能学宝、赏宝、鉴宝，又能选宝、淘宝、购宝。琳琅满目的珠宝玉石、数化玉、数化石，给你带来的是无限的商机和万般遐想。德宏拥有瑞丽江大宁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瑞丽市、鹿溪市两个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，拥有蒙巴纳西珍奇园、诺里热带雨林瀑布、南甸宣府私塾三个国家四 A 级风景区，地热温泉星罗棋布，具有温度高、流量大、矿物成分多的特点。德宏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优势，是户外健身运动项目最佳之选，可以开展高尔夫球、网球、健步、登山、漂流、自驾车活动等户外运动。无论休闲、观光、探险、运动，在德宏的青山绿水间，你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在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，尽情地释放激情，尽情地撒野。当你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，你就感受到了德宏就是舒适，是安宁，是心灵的回归，是诗意的栖居，是人间乐土，是世外桃源，是快乐天堂。德宏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、民族团结，是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、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和无限商机的希望热土。近年来，德宏基础设施不断夯实，农业地位进一步巩固，工业不断升级，旅游业对外贸易加快发展，经济建设成就显著，社会事业繁荣发展，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各族人民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惠。随着西部大开发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、新编富民工程行动计划的实施，德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。面向未来，德宏确立了生态绿洲、科教新洲、产业富洲、开放强洲、和谐稳洲五大战略，力求把德宏打造成为美丽德宏康体天堂的国际绿色生态公园。德宏是一个让心灵倾诉驻足的地方，一块美丽而神秘的宝地。这个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康体天堂，
正在以更加迷人的姿容吸引着更多的目光，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八方宾朋。